个老板同时拥有三套七伤害，这才是真爱玩游戏的顶级老板吗？一位老板拥有三套七伤害灵士和三把专用神器号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，太残暴了。物理暴击几率 1.18 16段的鞋，物理暴击几率单加力量46的衣服，物理暴击伤害诅咒之伤项链，物理暴击几率16段 1.17 的头，愤怒修罗咒物理暴击几率 0.75 的腰带，武器纯伤1080的武器，1073的武器，戒指，爆了四伤害，是爆了4.3伤害，七伤害是11段，七伤害前排11段，28速度双防御一气血，双防御一气血11段，八级16帧。刚刚那个号是误报的林波城，破碎无双16段，立敏双加物理暴击伤害 4.37， 物理野兽物理暴击伤害 3.98， 破血物理暴击伤害 4.43， 愤怒物理暴击伤害 3.82。 这把武器立敏也是一把枪，四皇原造型是枪，1064的利敏，这个伤害爆了下排，这个伤害爆了六点，这个伤害爆了两点，也是七伤害的前排，11段28速度三气血，11段双防御一气血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这一个号你们看起来可能觉得不怎么样，但你们要知道，三个号都是老板的，一个老板同时拥有三套七伤害。不装了，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